关之琳一直都属于气质型美女，她的扮嫩形象不但没有加分，反倒是有种装嫩的感觉。很显然扮嫩风格不适合她，一头短发搭配齐刘海，发型可爱但不适合，烟熏妆也略微显老，蓝色连衣裙不显气质，穿上身小腹也有些微微凸起的感觉，裙子上的花色过于复杂。关之琳相对于装嫩的打扮，更适合有气质修身的服饰来提升自己衣品，显优雅端庄，稳重的颜色会更加适合关之琳的气质。但是一定要真的很，大家很了解对方，他要很疼我，就是两个人一起生活是不是太容易的事，我也有这个期望的，但是比较难找了，我觉得，因为我有很多自己的习惯呐、要他可以适应啊，我也要适应对方啊，所以这个牺牲蛮大的。